要介绍吗？嗯，你们是做？我们是做记忆体，然后有卖给 consumer 的，然后有卖给那个 prosumer。对 ，Yeah。好，你们是台湾公司吗？不是，我们是陆商。哦，陆商。对。没看过，没看过，没关系。你是什么产业的？我其实是摄影产业的， okay. 就摄影相关的。所以你算是 blogger， 算是媒体啦，媒体工作者。Okay. 对对对。Okay. 我们是大陆品牌的，算是模组厂，就拿三星美光的带去封成自己的品牌， 然后去卖给像制造电子制造商，然后这个是卖给 consumer 的品牌。你是做给他，然后他去贴牌，没有没有还是他是这样？我们是这间公司，然后底下有两个品牌。所以这都是你们的品牌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那我知道 Luxor。OK， 对，因为他以前是美光底下。对对对。对，他是做 B to C， 然后这个是 B to B， 所以他算是被你们并购的概念。对。OK， 对，算是这样子。因为我只知道他们被中国某一间厂商并购，就是这一家。Got it。那我们什么新东西吗？像是你们的什么？我们容量有突破还是干嘛的？容量突破是还好，但是新东西像比如说是那个车规的产品，就比较小的。对。然后或者是这个是我们做给 server， 那是沙塔吗？不是，那是它是沙塔。然后但是它是给就是 server。OK。好。多关注。如果要那种消费类比较特别的产品，在这边，另外一边，对对对，好啊好，我去看一下。晶晶帮你介绍，谢谢。